只怕你承受不起。放手！住口！老实点，不能送死！你知道我叔是谁吗？他可是滦河警备军康司令麾下第一参谋，敢动爷，活腻歪了！康司令，可这北新城是萧司令的地盘，也可听说过明玉月里亮，龙枭是三郎。 你是说？我错了，不敢了！真不敢了！看好戏，你还不敢？这哪儿来的野猴子呀？敢在三少的这地儿撒泼，这回可倒好，搞得这么狼狈，你们可开心了？酒老板好不容易登次台，这下脚，戏也看不成了，谁说看不成的？好戏在后头呢。 水枪整得挺真啊！就是啊，给你整一把，给我整一把，我也要。